小军，来来来，歇会儿。又怎么回事？把床都搬进来了？哎呀，装置艺术嘛。这就这个？那咱们宿舍那到处都是装置啊，比这还好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张床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。小军啊，我忽然有一个疑问呐。说呗。究竟谁来决定什么是艺术呢？当然是艺术家。那一个人是不是艺术家？又是谁说了算呢？大家说了算呗。不对，自己说了算。嗯，所以啊，人人都是艺术家。 照这个局面发展下去，可以这么说吧。难怪了，有才不考大学了啊！这上面每个字儿啊，我都认识，可就是看不懂啊。是你文化水平太低，你水平高，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是对于绘画意象的终极追问？没错。 我们的主张就是要与传统艺术达成决裂，以创造一种深层次的心灵契约。你先等等啊，别激动。那有关艺术的实际过程和创造，一个具有固定方案的统一运动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要用思想去领悟的，所以我们拒绝一切语言阐释。